Hello， 我系 Lucky。今次介绍一对应该系近排最黐线嘅编成啊，可能系我计核弹队之后咧最黐线、最癫佬嘅编成啊。好，编成就系咁嘅。OK， 嗱，唔系睇错啊，真系咁噶。咁见唔少人问我咧，即系唔少 comment 讲咧，问饿狼需唔需要换两只以上？咁 Lucky 咧，经已用行动嚟回答你，因为我系换咗四只啊，系意味住啲咩呢？一只五粒黑币，四只廿粒黑币，20×5。100粒红币啊，各位，我先系闭笑啊，黐线 ，PND 界闭笑，啲币咧我系抌晒噶啦，就为了砌呢一对饿狼男队，饿狼传说。好，咁先讲下编成先，咁队长系战机啦，咁计翻个火影武装 ，OK， 然后队员方面咧，1至4都系同一只啦，饿狼啦吓，但武装系唔同嘅，咁武装一号位系10字盾武装轻减 loop。咁潜伏当然系衰解放啦，唔使问啦。第二位 ，OK， 复黑嘅99 ，new， 咁系继承翻潜翻个解消珠啦。第三位 ，OK， 都系饿狼啊。咁呢一位系鲜水武装啦，有个激减盾兼熟级无效化，都系潜翻衰解放啦。第四位都系饿狼啦，咁都系潜翻衰解放啦，继承系火侦探武装。嗱，咁留意翻咧，有啲唔同嘅。咁四号位同埋二号位咧系转 SB 嘅觉醒啦，超觉醒，咁咪写 SB 啊。但呢一啲都唔重要嘅，呢一个编成咧系完全唔讲实用性啊，系讲爆发力、火力、爽快。我追求嘅系宇宙级嘅火力，好冇？唔计第二位呢一只嘅32亿，咁全队相属火力最大火力系几多咧？43+86+65啦，再加86，再加86，再加43。是380亿，各位，380亿，400亿，几乎可以一turn秒嗰只，唔系，几乎好多嘢都可以turn秒，所以可想而知呢一队系几咁黐线啦。好，咁挥春挥翻个血强化啦。队伍情报方面咧，嗱，耐性真系唔使望噶啦，几乎全部都冇嘅。咁德云耐性加埋风条耐性啦，而10C 咧系12个嘅。OK， 好，咁呢一队打咩咧？得啦，就呢关啦，女纳之塔。咁梗系唔系啦，傻猪！咁用饿狼蓝队咁豪华嘅嘢，咁唔打翻啲难关咧，咁啊对唔住饿狼嘅。所以今次我哋打嘅系就系、是、神秘嘅次元（括弧调整员）嘅四次元之探访者。OK， 打翻全 game 第二难嘅关啦。咁而另一边用嘅队长系任何都 OK 噶啦，任何 SB 都 OK 噶啦。咁最好系空卧龙啦，但系今次搵唔到队友挂，咁就拣翻个十年龙。好，咁就即刻示范一次。饿狼传说点称霸四次元啦？一只饿狼一个快感，四只饿狼会系点咧？即刻试一次啦 ，Go Go！ 好，哇，好兴奋啊！黐线，大家见唔见到个 skin 猪啊？系摩亨嘅猫猫 skin 猪啊 ？OK， 摩亨版嘅饿狼非常之 fit。好，咁第一关点变身啊？点搞咧？都唔算易嘅，其实都难搞嘅。我哋先开翻个火星探先 ，OK， 然后就转晒啲其他猪，留翻啲暗猪就 OK 啦。好，摸下摆个猫猫，暗猪一定要留嘅，唔系嘅话系唔够力秒啦。好，第二回合变身，第三回合啊，然后再转翻啲猪，留翻啲猪咁。好，拉丝回合。咁差唔多可以嚟个最大火力先。因为呢一度系要秒翻几只嘅，假如剩翻3、4只嘅话咧，就好难打啦。好，靓嘅天降，靓到剩翻2只 ，OK。咁开错技啦，凑翻回合技先。喺操技，唉，你咁天降翻我点操技，大佬？好彩未变身啫。OK， 第二回合呢一度要秒啦，开翻饿狼先，然后秒暗啊，我哋要秒暗。睇先咁啦，3寸4寸暗。如无意外，暗呢只连埋光都秒晒啦。OK， 4寸暗似乎系过多啊。
好，第二层恶灵传说成功进军第二层。好，又减手指减门一啲咧，系要硬食噶啦，冇办法啦。但我相信恶龙系顶到嘅。开翻个仙水先，激减盾，然后就转两寸暗好啦。咁啦，嗱咁 even 减手指咧都系成三秒转嘅，都 OK 嘅。打埋嚟都顶到啦。而呢一回合咧，暗战机变身啦。OK， 正式启航。好，呢度转翻啊，转唔切啊，都好嘅。咁留翻啲暗珠咧，可以控下火力，兼且系错一技。好，然后呢边就咁呢一回合拖拖先，因为想想磨走个减手指个倍率啊，唔系嗰个副效果啊。好，飞机变埋身，两边变晒身啦。之后开始咧就系、是、火力嘅世界啦。咁咧，好，虽然手指时间唔多啊，但热情搭救。呢度再见，又一件。第三关，好，第三关嘅云内圣都有啦，我哋咁就唔使惊嘅。开翻招技，都系先磨一磨先。然后极速转角，四寸暗靓度，好，先秒只暗嘅玻璃先。第二弯咁手指就磨晒啦。呢回合咧记得开咩啊？圣十字盾啊，呢个一定要记得开啊！再唔开嘅话咧，下一层开唔到噶啦，因为下一层有个缴械啦，系啊，丝丝无效啦。开埋战机，拉屎。复合为女嘅阿克斯克斯啦，好，恶龙，依家系你嘅时间啦，执行恶嘅时间。好，咁手指翻嚟之后咧，二转好多啊，依家轻松转翻四寸暗。我谂龟龟两三寸暗都秒到噶啦，其实。好，搞掂。第四关，好，地王，地王嘅试炼唔使惊啦。呢一度虽然版面系唔够猪啊，但我谂呢一队嘅火力咧，我完全冇担心过嘅。OK， 两寸暗，我谂两寸暗地王都升天噶啦。好，地王。再见地王，唔好意思，虽然你是王，但是我是狼啊，拜拜。第五关，嗱呢一关要留意一下啦，因为我哋要储技嘅，而点储技法呢，咁要望下啦。先开恶狼技解翻烧猪先，然后我哋头三回合储技，尾二回合咧，开翻个恶狼，有个天降无效啦。咁呢一回合我哋系要卡翻啲暗珠嘅。咁恶狼嘅天降无效可以防翻天降嘅暗珠啦。好，咁拉屎一回合，我哋转翻两寸暗嚟搏轻减。等先，咦，十丝唔得，咁啦，九丝好啦。OK， combo 精算师。啱啱好打到五百万嘅追打，搏埋嚟又轻减盾之下都冇事。第二回合召开翻个恶狼先，费事天降死啊！劲惊天降两寸暗咧，我就知知啦。因为呢一只系一千万嘅伤害咧，就会变行动啦。所以两千五百万追打之下咧，咁我就输佢啦。好，咁就冇咗无效完毕，再凑翻技先，三回合技。点解储技呢？因为假如我唔储技嘅话咧，我系四招恶狼技，咁四招恶狼技系唔知道做乜嘅，所以点都要储技啊！假如你想玩嘅话，
不过我谂咧，应该唔多人想玩嘅，应该系啲黐线佬先想玩。咁你真系恶埋黐线佬啊！好，咁临尾一回合转翻三寸暗啦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卧龙饮水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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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十四 combo， 再见啦，辛苦你啦。麦丹呢，再见。第六关再开翻战机，一度就唔使问啦，直接飞埋去啦。轰炸机音款得噶啦，唔使理佢。咁咧三寸暗乜都死啦，其实。叽哩叽哩 ，OK， 打埋去，搞掂，更胜，再开战机。然后又嚟啦，睇先，一寸暗、两寸暗、三寸暗，咁啦，算啦，三寸暗乜都死啦，系嘛？我饿狼战舰三寸暗俾面你啦，再见魔法师。好，第七关，水唔该，水唔该，水唔该 ，yes， 呼，好彩系水。假如喺光嗰只咧，系难打啲啦。咁水呢只易打啲嘅。好喺暗呢下开翻个技先，望下先，唔好开错啊。因为四只一样样咧，系分唔到边个继承边个啊。好，开翻第四个饿狼，加埋第二个饿狼啦。拉屎战机 ，OK 靓到。嗱咁把面咧就有成十，睇下先，八加六系十四寸暗啊，唔系十四粒暗啊。这个数量是完全够转返个贯通加暗串烧啦。好，一串暗卡返两个位先，等到暗呢下一到就放手。 OK， 一串暗加贯通十一丝，点呢点呢，拉拉再见，拉拉这个叫咩题唔知咩拉，再见啦，第八关。好，好彩版面够两串暗，打完呢一度我唔够两寸暗咧，我即死噶啦已经。所以呢一队系好睇心情啊，睇啲怪的心情啊。OK， 今次系唔错嘅，够两寸暗咧，乜都得。转齐啲心珠先，咁咧转埋下面嘅，咁咧。OK， 两寸暗加埋全版面十三 combo。我谂都 OK 噶 ，yes， 系啦，咁呢个位咧，盾系 8% 靓嘅，然后版面好彩够两寸暗，呼，咁呢一度 even 粒板咧，我都唔会死嘅，开翻圣十字盾先 ，secus 啦，好型饿狼，再开埋战机啦，我谂两寸暗都够秒啦，总之火力方面咧，我系唔担心嘅，两寸暗咁啦。好，十四丝、十五丝点咧？十七丝，两寸暗之下搞掂啦。都话火力方面咧，我系唔担心嘅。好，第二教官抽咩咧？靓嘢唔该，呢一只 OK， 呢一只都 OK 靓嘅，都可以秒嘅其实。咁加埋队长技嘅加速之下咧，因为我系计一招火控技嘅，有全版解落啦，兼全版技。所以 even 下一回合撞正只光印龙咧，我都唔会死嘅。喂，咁呢下靓，抽靓嘢喎呢次，见咁靓咁开心，就开翻战机几嚟秒啦。版面四寸暗都够秒啦，我谂。咦，三寸啫，争一寸喎。咁啦，转晒啲珠先。咁够唔够咧？应该都够嘅，三寸。OK， 加埋天降靓嘅，好三寸暗之下，哇，我哋唔系咁啊嘛？咦，冇事喎、啊，哇系喎，改咩喎、啊？改斩杀线喎、啊，哇三本叻仔，哇得正得正得正，今次真心得正嚟嘅，不过咧佢本人 fat check， 如果系未改之前咧，呢、這个血量话死硬噶啦，因为以前系10% 嘅斩杀线啊，哇好彩好彩冇事，咁开翻啲废技先。都用唔着噶啦。OK， 转翻两寸暗，
在这个血量之下两寸暗都给多你啦。太好啦，恶龙蓝队的传说呢又行近一步啦。第十关啦，抽咩呢？光印龙，估到你啦，差啲死啊我。假如我冇弹过道长技嘅话呢，即係呢一招技啊好用技啊，我经验有重玩㗎啦。好，开完技之后把面唔够专唔紧要，我哋大把转换技。好，恶龙几号啊？恶龙二号定三号啊？个分number先。好，恶龙四号，今日恶龙二号啦，因为二号同埋四号呢都係应该话招继承技用唔着㗎啦，所以就可以随便开啦。好，两寸暗之下的火力，靓嘅，仲可以坐下技啊！呢一回合，潇洒气转，搞掂。三，咁我哋坐翻技先，千祈唔好急。一呢回合咧，一定秒啦。版面三寸暗。乜都掂啦，加埋依家系光属嘅属性之下，咁啦，转晒全版。好，光印龙想迫害我，冇咁易。恶龙又 kill 一只。好，十一关啦，抽咩呢？哇塞，呢只难搞啊！呢只斩手指我最憎，唉，但系都为咗加油啦。第一关千祈唔好开技啊，因为系会打唔入噶。好，咁转翻个冇开技之下嘅两寸暗咧，我谂都唔错嘅啲火力 ，OK， 都系打唔入，但系经已转回合啦，四回合。啊！减手指呢下真系烦，喺减手指之下转贯通，真系点搞呢？今次第一回合咩都冇谂，先解翻个转转先，咁就都 OK 啦，系冇办法，手指唔够。第二回合我哋要试一试个火力点啦，转个两寸暗先，啊三寸啦。因为有个半减盾可能 OK 嘅，得唔得呢？今次哇打唔入大镬，咁呢一度点都要开技啦，先开战机先，再开四号。OK， 四号 ready， 今日二号。版面系够住贯通嘅，但系炒车嘅话咧，咁就自知啦。好，三秒之下，咁咧，我谂都 OK 啦，系嘛？三寸暗、哦，加埋贯通、哦，十师靓嘅，打到 OK， 哇，呼，咁呢个血咧就稳啦，呼呼，但系未完噶，再拉屎一下，千祈唔好去松懈啊！我手松话斋咩摇单唔知乜鬼，摇单 set 真啲热歌啊！千祈唔好大意啊！好咁啦，哇，尽晒力啊！三秒之下完美版面，几乎啊，应该冇问题嘅。两寸暗 kill， 呼，哇，劲难打，手指黐线难打多次完。好，第十二关抽呢一只，都算 lucky 嘅呢只都系，因为佢个转珠甲壳咧系易打啲啦。咁我哋先开翻个十字盾先，轻减 look。假如唔开嘅话，系唔够血顶下一回合嘅先制嘅，有机会啊！咁画面转翻三寸暗，乜都过啦，系嘛？睇下先，转晒啦。OK， 十三 combo， 哇，加埋天降，十五 combo 一定过分胜啦。好。觉醒无效，
封印，再嚟邪魔珠、爆弹珠。爆弹珠呢个位 ，OK。达成条件咧系版面唔可以有邪魔珠啊。咁啦 ，OK， 靓嘅。呢、這、一个系偏二啦，比起多次元嗰两只嚟讲。好，加翻速添，靓嘅。呢度召开翻战机啦，都唔使悭技。然后我哋留翻啲暗珠先，附下一层庙啊。咁啊，咁啦，转埋啦，啲木珠真系唔开胃。OK， 13 combo。版面暗珠都够嘅，13关抽火侍女 ，OK， 火侍女三只都系差唔多啦，都系秒噶啦。但系版面得三寸暗珠哦，冇四寸暗冇信心喎，真系。因为呢一只同啱啱第九层只冥阳神咧都系差唔多血嘅，咁冥阳神啱啱见到我三寸暗系打唔死嘅。所以呢一隻都大机会打唔死啊！所以呢个时候咧，又系你嘅表演时间啦。好，先战机再嚟，饿狼四号，咁版面咧一定够猪啦，系嘛？唔使惊嘅。我哋转翻一二睇下先，咦，版面全齐喎，五寸暗喎，仲唔死？黐住五寸暗一定死。好，火侍女点咧？念全暗之下 ，yes， 搞掂你啦！哇，14关啦，我竟然闻到胜利嘅滋味啊！哇，很香。好，暗无效，轻松嘢啦。先开战机，再开二号仔。好，再嚟睇下先，四寸。咁咧，争啲又五寸，但都 OK 啦。四寸个火力点呢？好，22、43、32、43、43、22，搞掂，半血以下，再见啦，暗侍女，你经已系尽力噶啦。好，再嚟战机，由呢度卡翻个位先，转多寸心 ，OK， 加一寸暗。咁咧，哇，有四寸暗，点顶啊，侍女，再见，好 boss 啦，哇，估唔到我嘅饿狼烂队竟然打到 boss 啦，黐线，侍契妹点啊，未见过狼啊，话声俾你知先，呢一次咧，仲会好痛啊，因为我系冇流力嘅，好，第一回合，我都唔想玩咩草技嗰啲啦，直接车埋佢啦，好冇？先开战机先，再嚟饿狼。啊 ，cos cos 咧，好版面大量暗珠咧，做咩都唔使问啦。一阵先我转错位，咁先啱啊，同埋贯通。咁啦，好三寸暗加个贯通，点紧呢个火力，饿狼。42、43，哇黐线，真系死喎佢！低 B 位一下呢、這个位，我罗恩斯系真正嘅一拳超人喎，系嘛？哇，劲到黐线喎啲火力，未试过咁癫嘅火力喎。时启妹，对唔住啦，咁佢倒数，我哋就草技啦，草猪先。OK， 三好啦，三啦，时契妹咧开始急啦，再嚟战机，然后呢一度开埋四号啦，四号饿狼，转多次贯通咧都冇叫躁啦，激减盾又有，轻减盾又有，完全唔使躁技啊！
好，貫通加啊揸串暗，假如三串暗嘅話咧，又可以享受一下即係俄狼仔嘅核彈啊！好，十四之下 ，OK 呢個位置，好又嚟戰機。呢一度夠珠轉貫通加一串暗啦，即係可以秒啦。咁我哋開埋個十字盤先。Aquas Castle， 再嚟一串暗貫通 ，fit 曬，轉埋全版啦。十三 combo， 再見時契妹 ，boss 啦。抽咩契呢？咩契女呢？时契水时契女 ，fit 晒 fit 晒，今次系 fit 晒个口味。抽呢一位咧，几乎系宣布胜利嘅啦。但都系唔好要单啊，都系唔好大意啊。我竟然有常记手冲嘅教诲。好，先开战机先。呢一度虽然打唔入。但我依然都要转翻个全版面 ，OK 咁啦，四寸暗呢一个就系饿狼嘅尊严，系啦 ，even 打唔入咧都要转翻全版面，靓噶呢度全部整攻噶啦，好真系打唔入，再嚟，唔好停啊，咁咧留翻啲暗住先。好，又嚟四寸暗，OK， 咁一度我哋又轻减盾嘅 loop 之下咧，头两下都系完全唔惊嘅，应该完全够顶嘅 ，OK， 好，第二下战机又嚟啦，呢度唔够猪，开四号仔先，我哋保持每回合咧。都要三寸暗以上嘅，系嘛？咩都可以冇啊，但系火力一定唔可以冇。好，三寸暗之下，一定要俾呢个水时契咧试一试咩叫痛啊！好，唔好痛啊！再嚟，战机加埋饿狼啦，二号仔。今次是二号的表演时间，咁咧都系三寸暗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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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正啲魔亨珠，魔亨先系真正嘅狼啊，女狼龙啊，我系黐线饿狼龙，劲到癫，好第二下帮埋你，仲顶到啊，嗱本身拣翻空卧龙嘅朋友嘅话咧，第三下都顶到嘅，但今次我系冇人计空卧龙。加埋四号仔，靓噶，版面系成，睇下先，四寸暗 ，OK， 如无意外应该就贯彻以下噶啦，四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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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掂。好呢一回合咧，千祈唔好大意啊，开翻激减盾先，先水 ，OK。咁开完激减盾之下，点顶都唔会死啦。但千祈唔好手残啊！好，咁啦，三寸暗，留翻啲暗珠，放下回合我嘅放题啦。饿狼嘅拉屎一击一定要留住。嘟嘟嘟嘟，点啊？许时契。开始惊啦系嘛？你嘅寿命经已到啦。好，拉屎一下，点做呢？都唔使教啦。好，先起机先。起完机，饿狼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经已 ready 啦。好，四号先。先开四号。哇，咁经已齐猪噶咯，都够噶咯。其实再开埋其他都冇意思咯。咁啊，嚟料啦。OK， 简单转完三寸，嗱呢个火力咧都唔使问啦。饿狼拉屎一击，叮叮，
正式成为传说啦。哇，黐线！我估唔到呢一队嘢，饿狼舰队真系赢到四次元，劲开心、啊。好，呢一队就系双战机四饿狼嘅编成啦，嚟打呢个四次元，结果都系成功虐杀嘅。OK， 咁其实都系有啲运气啦，因为咧佢竟然死咗唔少次噶啦。咁呢一次啲怪嘅配置算系好啲啦，亦都冇咁迫害啦。加埋斩杀线下调嗰下真系得正啊！哇，假如唔系嘅话，我第九层竟然死一次嘅又。好，咁今次就系饿狼嘅成魔之路啦，成神之路啊。OK， 所以假如仲问我换唔换多一只饿狼嘅话咧，我系唔知点答嘅。毕竟我冇理由叫你换四只噶嘛。但系既然四只嘅编成都够做四次元嘅话咧，我谂各位都系换翻两只为妙啊，因为太劲啦，真系太劲啦！顶级嘅火力，顶级嘅三维，顶级嘅技能 ，OK， 每一方面咧都系顶级嘅。假如玩战机嘅话咧，两只我认为系好啲啦。好，今次编成就到呢度先。咁饿狼战机唔系应该饿狼战舰之后仲会唔会有新嘅表演时间呢？都好期待噶。好，咁条片就到呢度先。咁中意条片嘅，希望俾 like 同订阅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